通常啊，我只要讲一个系列的话呢，我就会把它讲完。那我们发现了奇缘系列的东西之后呢，当然是要把奇缘讲完啊。所以这集我就不嘴炮了，我这种直接给你们直接结束哈。百转流光，这个比较特别哦，它是加暴击。百转流光，我们直接淹低哦，但我们这会再扫荡一下，也是一个耐玩的游戏啊。多幸运遇见了你的你，全新的心情。所以，那是可以上去的。哎呦，爽哦！查一下这，哇塞，这游戏真的是哦，不知道怎么讲了，太溜了。杨逸文沉默的阿宇。